按一下吗？还按一下？原来你是来按摩的。按摩一下，哎呦，多谢九月，多谢呀、啊！来，哎，不是亲亲，是按摩，来，哎呦。叫俺弼马温大人。你是何方妖魔？哎呦！啊！感谢乐尼亚，多谢。哟！哦！七夕快乐。哎呦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调皮，他可烦死老孙了。你不知道，有时候气得俺老孙受不了呀。有轻点儿。呦屁，舔到我了。都怪你。来擦一下，一会儿亲到好粗糙的，来过来过来，快过来过来，你看你的鼻子，过来过来，不来老孙可吃葡萄了。过来，
多谢大家关注。过来过来，屁股好圆，咱家小马屁股喂的好好圆。又大又圆呐、啊，啊，好有意思。来来，好多宝贝儿还没亮灯牌的，咱们把灯牌亮起来呀！哦，啊，你不擦也得擦，擦干净了，他有鼻涕。多谢各位上仙，来，咱们把灯牌亮一亮呀！这就对了。多谢大家，多谢。多谢多谢各位圣仙呐、啊！亲爱老师也没用，你刚才居然不听俺老师，弄得俺老师非常之尴尬呀！去吧，不理你了。来，各位上仙，咱们还没点关注的，把这关注点起来。来来，关注俺老孙呐、啊！哟，多谢大家关注，感谢感谢啊！欢迎果果姐呀，老孙也不知道。我是真的，你才是假的。哎呀，感谢这位大爷，怎么起个名字叫爷爷？我天哪，这不谢也不行啊，谢也尴尬啊。多谢多谢多谢，云南的女人，多谢多谢啊。 My God， 此名字也太那个啥了啊。想学悟空说话，这有何难呢、啊？哦，声音不对，哪里不对了？哎，我播了快半小时了，咱们哪儿不对啊？声音不对吗，家人们？啊，声音不对吗？没有不对，好着呢。啊，昨晚声音就不对呀。
今日好着呢。过来，过来过来，看这马，你们怕我骑他是？他力气可大了，感谢火云邪神呐、啊，感谢子将。啊，你和平时一样 ，OK OK。你要是把定海神铁啃坏了，玉帝怪罪下来，把你拉去，拿去，当小将。多谢火云邪神呐、啊！这老头怎么还在呀？据说火云邪神功夫了得，改日咱切磋切磋，怎么样？感谢大家。他今天有点猖狂啊，有点猖狂，一会儿我骑他啊。火云邪神可有练功呀？多年不见，可想尝尝俺老孙这定海神铁。不听俺的话，今天我太忙了，我没有陪他，他有点生我气。昨天今天我都太忙了。多谢老头儿，多谢呀、啊！你怎么喜欢眼镜呢？感谢火云邪神，多谢。不对，你是个小哥哥啊，应该把头剃了啊。小白，你干嘛去？快回来！快回来，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老孙给你找个对象，如何？轻点儿，感谢火云邪神呐、感谢送来礼花筒，Thank you, thank you. My God. 关注俺老孙很久了，那你怎么灯牌都不亮呀？哎呀，感谢这位大爷，这送来比心兔兔，谢谢。啊，多谢多谢。Oh my god！
小白，你把金箍棒啃坏了。小的们，点赞到10万了吗？咱们把赞赞点起来呀！哟，呜，6.5万，来，咱们把赞赞给他点到10万，来操练起来。多谢糖豆呀，多谢。感谢大家送来礼物，老孙有礼了。哎呦，烦死了。老孙乃花果山睡莲洞人士。调皮。我让你调皮。太滑了，我去，这裤子好滑呀。这老头是谁呀？哎呀，感谢强哥，多谢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叫强哥，怎么称呼啊？昨天那个家伙说 是怎么叫你来着？我记不起来了。哎，多谢哥哥，嘿嘿，老孙有礼了啊。哎，呼。快叫大王。哦，啊，多谢送来啤酒，送来爱心呐。啊，吃面认识我的，这么久了，你才2级，赶紧灯牌也亮一个吧。天哪，这么长时间了，1年了吧，有1年了。小白，你快看呐！轻点儿。我不是泼猴，我是石猴呀。
来，咱们再骑一圈怎么样？嗯，好不好？再骑一圈。啊，是昭通的施主，你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？天哪，终于亮灯牌了！我的乖乖，这么长时间，你居然才亮灯牌！嗯，你怎么还咬我了你？跟他咬我一下子，好长时间他不会咬我的，今天怎么咬我呀？啊，你咋回事啊？嗯，他咬我一下。欢迎乐尼，欢迎凯城大哥，欢迎凯城大哥啊。嗯，今天我没陪他，太忙了呢。但是他不会用力的，他是轻轻的，轻轻的。你看他轻轻的，你看他不敢用力的，啊，他不敢用力。乖乖，你来了，啊，你怎么才来？欢迎小小，啊。哎，不用，他就像我们就像你家女朋友这样拧一下那种疼，他不用力的，哎，他不用力的。老邓呐，好久不见老邓啊，老邓有半年，是不是有半年了？一年吧。啊 ，Oh my god。就好像这样拧一下，很疼，但是他不会把你咬伤，他只是一种互动吧，因为他是动物嘛，这个大动物的话，他，他用一点力都很大，那个大过节的，你俩，你俩真有趣，姐姐你不去约会啊？感谢加纳，感谢，欢迎加纳，哦，轻点。你会不会又拧我？我得给他点颜色看，不然一会儿他又拧我一下。啊，真好看！你看我凶他一下，他来来，他不敢了吧？来还敢不敢？不敢了吧？啊，你看，差点吻上。Oh my god！ 我生气了，刚才他拧我一下，把他疼死了。他就拧一点皮，他又不是咬啊。他要是真的咬的话，很恐怖的。但是他就拧一点皮，他就这样，那嘴唇这样挤一下，疼的不行了。哎，别动啊！干嘛？你这个礼物太丑了，这个谢糖豆儿，还会上脸呢。来。还敢不敢来？你看这下多温柔。咦，不对不对，又开始用力了。咦，他今天就是小马，就是要每天要他出来玩，不然的话，他心情不好，对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情人节快乐！几点下播呀？还不知道啊，快陪陪他！我今天太忙了，没陪他玩，都把他关起来，给他关傻了都。是不是把你关太多了？你关出脾气来了？平时他很温顺的。啊，知道什么情人节？老孙知道呀。老孙也是有情之人。
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拿个葡萄给我吃呗。然后他祈求了几遍了，然后我不理他，他就生气了，他有点脾气暴躁，知道吗？哦，是不是来大姨妈了？哎，对了，马儿会不会来大姨妈呀？这可不好呀，养了这么久，不知道小马会不会来大姨妈呀 ？My God， 大圣，大放情怀。嗯，红糖水伺候，红糖水有啥用啊？太烦了！你看他脾气不好，他今天很明显就是有情绪，啊！刚才我骑他，他还不乐意呢。哦，给他喝红糖水就好了是吧？啊！哎，来，我再骑一下，看他啥反应。来过来，你说一下哪儿不开心了啊？过来呀、啊，过来呀、啊，来过来。好可爱的白龙马，多谢张爷，多谢。感谢大家送来礼物，哦，你等怎么都不去过七夕，跑到花果山来，你不是不过来吗？你去玩吧，去那边玩，不跟你玩了，去吧。刚才不给我面子，去吧，去，不跟你玩了，去，啊。看他生不生气啊、你看就啃来啃去的。子霞，老孙也不知道呀。是不是今天七夕啊？他想找个对象。咱们直播间有没有母马？不是，有没有公马？谢谢九月，谢谢。去玩吧，不跟你玩。真是烦死了，不跟你玩了。你走吧。不跟你玩了，去吧。对，她是女的啊。那公的脾气肯定更大呀，公的受不了。哎，豪哥，怎么搞的？你是不是有电流声呢、喂，好久不见，你的电流声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这边有电流声，把后面灯关掉。你那后面的马是真的吗？白龙马？这是遥控的。开车，好的好的。看一下，我怎么看到好像感觉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真的，是真的遥控马，遥控马，啊，对对对，好哦，我以前好像跟猴哥连过是吗？啊，跟猴哥连过一次还是两次啊？对呀，你这后面怎么我们好像就连过一次，为什么后来没连了呢？后来
有段时间我进医院了，没开过。哦，现在又回来了，行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好长时间不看你跳舞呀，咱们来 PK 个才艺吧。啊，多谢，可以啊，多谢多谢。行，可以可以。好。猴哥，你是连了几分钟的？老孙也不知道呀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们再来啊，对方版本过低。提示他更新版本，咱们重来吧。好，重新来。啊、好嘞，好，好。哇，这电流声不是我的吧？那电流声呢？欢迎新会呀、啊！哇，他今天脾气好大哟！哇，咋整呢？把他，让他去睡觉啊！我的版本低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！哎。让他先睡，让他先睡。家门要不要让他先睡啊？他现在心情好像不太好啊，真的不太好。啊、没事，让他玩吧。啊，他要再拧我，我抽他、抽他，你们会不会心疼？对，好多好多家人天天都看我的小马，然后我要真抽他的话，你们肯定也心疼他啊。然后有好多家人都说我的马儿呢都不见外了是吧。啊，那个女孩子走了吗？这女孩在我后边呢，这你看这儿来了。你干嘛呢？一点一点的，平时都不这样的。猴哥，我刚刚怎么找不到你啊？刚刚怎么找不到你？欢迎姐，欢迎张哥，张哥，节日快乐！网络延迟吧，网络延迟应该是。好，那我们闭麦了，猴哥。OK。哎，为什么只有两分钟啊？哎，不对呀。对呀。为啥只有两分钟？不行，快点挂了，快点挂了。你连我还没到。找我找不到你啊！你改一下时间，你改五分钟。好，奇了怪，好重的妖气呀、啊！啊，电流声，他可能也烦恼这个问题吧？啊，哦，来了，张哥，好来，行，我们现在五分钟了哈，闭麦了啊，闭麦。OK， 哎，轻点啊，不准用力啊，哦。用力我要打你！哎呦！啊！感谢安迪！哦，好重的妖气！哟，你看，他今天有脾气哦！啊，这个马太小，大马的。来，家人们众筹了，感谢我小玉姐姐，多谢多谢。啊，这个叫什么蝴蝶啊？啊，用户。啊，续写过去从前，多谢，感谢满哥，感谢秘密，感谢胖丁儿。吃醋了，老孙也不知道呀。来，家人们血条给我压过去。哦，多谢九月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没事，对他好点啊。他心情不好就是忍着点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没电了，赶紧充电呀！感谢满格阿娇，谢谢。来，家人们，众筹了，筹！哎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搞的？不对，他们家超过咱们了。嗯，来呀，操练起来。哟，感谢乐宁呐，多谢，你去睡觉吧，烦死了。
波仔，多谢多谢，感谢月儿，感谢感谢，去睡觉吧，去，走，烦死了，自己去，睡觉，去，哭哒哭哒就去了，真去了。他今天脾气有点暴躁，我不跟他玩，一会儿又拧我一下，疼，我怕疼怕痒，他拱我怕痒，感谢九月，感谢感谢，来，家人们操练起来，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大哥多谢呀，这是哪位哥哥？多谢啊！多谢哥哥 ！Oh my god！ 还是小姐姐？他们家又打过来了！哇，这么厉害的！好久没跟那个小凤打 PK 了，这个哎，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家人多一点，别把气势丢了，来。相差200票，300票。哎，小马今天有脾气，让他睡觉吧啊！今天他可能想约会的。感谢我宵月姐姐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下面呢，一二三四五，那个点个关注哈、啊，咱们的九月、宵月姐姐、乐宁，咱们关注一下满格，点开这个 PK 榜这个地方啊 ，PK 榜这个地方。给他们全部把关注点起来，来呀，操练起来，来，感谢唐豆，感谢感谢感谢九月，来，家人们最后20秒、操练起来呀，咱们多了1000票、哦、这个太近了，家人们把差距给他打开一点，不然他们家要偷塔咱们就完犊子了啊。欢迎一二三四五大哥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感谢宵月，感谢，来守住呀，家人们，守住，他们家又上了，哎，哎呦，偷了，哎，感谢宵月姐姐，谢谢，我没说错吧？他们家真的偷了，想看他跳舞，居然如此之难，采访一下，哎呦我的宝，来，家人们，来 PK 榜点开， PK 榜点开，然后咱们这个啊 PK 榜点开，我们九月一二三四五大哥，宵月姐姐，唐豆 Andy 阿娇，罗少，还有咱们的蓝天，把这 PK 榜上全部给他们把关注点一下，哎呦，感谢各位家人呐、啊，多谢，必须拿下啊、哦！必须拿下！吓老师一跳！啊，你们家哥哥太会偷了！哎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偷，没有偷，珍藏打票，珍藏打。其实相差的也不多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猴哥给我们表演一个，表演一个啥呢？表演一个。你们家哥哥想要看些什么道术呀？我想看那个耳朵里面变出那个什么。金箍棒，那个是特效，特效，特效做不了。你来个现实一点的，来个现实一点的好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的，看这根还是，这个太重了，这个六七十斤，我还是说玩这个吧，玩这个啊。那俺老孙就玩这个吧。让他喊十面反子。好，行。你，哎呦，你那边是不是声卡有问题啊？有电流声呢？哎，哦，我把麦克风关了，你看有没有啊？还是有。你是不是边充电边直播？你把充电那个关了行不行？
他有时候关了他就好，行就没有，行，你放音乐应该就没有了，你先表演你的才，好，你先表演你的那个吧，我把那个关了。 我只是知道那个方法啊，这没了没了，对，这样就对了啊啊，来咱们耍起来。哟哈哈哈哈个跟头，哈哈哈，十方八，哈哈哈，天，火眼金睛，哈哈哈，铜光铁剑，哈哈哈，威风凛凛，哈哈哈，大声齐天，说什么天天磨难。掉了，掉了，这手有点……没事没事，辛苦了辛苦了，猴哥辛苦了。没有没有，辛苦啊！本来想看你跳舞的，太难了。没事，我们下次嘛，下次嘛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机会多啊。好嘞，好嘞，那我们以后常连啊。好，我去也敢再战。好，拜拜，猴哥。好嘞，拜拜。等我再来找你啊，等我再来找你。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翻身正常。好嘞。对面也是一个跳舞很厉害的啊，他的舞蹈上过大热门的，应该好多家人都刷到过他哈。这个一二三四五是哪位大哥？我看一下，好久没见了。太远了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啊！翻个跟头翻不了这天啊！我这个手前几天骑小马，那个被一个车开过来吓到小马了，小马一跑，结果我就摔了一下，这个地方弯起来就是不灵活，知道吧？但是说了吧，还是要该耍棍儿的耍棍儿。所以你没看我最近的表演，就是不太灵活，因为这个手也受点伤啊，这个手也受点伤。哎，注意安全呐、啊，这个。这个避免不了的哈，避免不了。那个人骑个摩托是这样，哗冲过来，小马一着急他就跳，结果我就从马背上摔下来了。哎，马儿啊，马儿今天脾气不好，让他去休息了啊。八戒，你这个呆子！耍大了，这个六七十斤呢、啊，这个应该有快两米了吧？两米，应该两米几？这个是纯铜的，这个纯铜的，很重的，这个应该有六七十斤哈、啊。怎么样才能要点关注一下上榜几帮点？
今天人不多，点不了多少关注。我说实话啊，咱们人1100是吧？点不了多少。你等我几万人的时候，你来上个榜啊，关注肯定上去是吧？欢迎我细心女神呐、啊！可以的，好嘞好嘞，那待俺老孙人气高之时再来。12000，啊，我在干啥？我在直播呢。欢迎火箭兄，是睡醒了还是就是啊、就是约会回来了、就是啊、来，有多少是约会回来的啊？哦，没有休息日，嗨，哎，本月休息了好多天呢、啊、今天13号了，我应该至少休息了4天吧。啊！来，丈妹，你们都没约会吗？今天还是没到约会的时间啊？现在10点多了，可差不多可以出发了都。啊，来一句经典台词，烦死了。今天4号，不是13号，啊？情人节不是今天吗？啊？我没看时间呢，啊？啊？找个某孩约会回来了，混得不错呀，哥哥，啊？没有，你今天都不约啊？啊，9月没约吗？啊，白天肯定约了。啊、欢迎小丽呀、啊，马儿，他今天，我今天太忙了，没怎么陪他，把他一直关在圈里边关着，然后他今天脾气好大，我就把他放回去了。刚才还在这拧我一下，疼死了。哎，马儿就是要陪他，不陪他玩他就脾气特大，哎，要带他出来玩。今天我大半天不在家，就拉出去玩了一会儿，他还没玩够，我就拉他回来。等他玩够的话，我回来太晚了，他心情就不好了。这样，刚下班，好嘞，还没到家呀，都10点了。哎呀，幸会，虾尾到了啊！这么快，这不昨天你下单的，今天就收到了啊？nice不 nice？ 哎呦，刚停好车，好的。老孙知道了。不带，幸会是去我家后台下单的，我的主页可以下单。注意安全，他已经到了。我刚才是说到了吗？重启人气上来，对对对，我在考虑这事儿，但是我这边要满一个小时啊，至少满一个小时才重启，不然的话对这个，太伤账号了，对数据影响特别大。
师兄，你看，这女王还挺……感谢西西，女神呢、啊？多谢多谢，鱼多幸会，谢谢。哦，多谢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直播也讲究技巧啊，这个，哎，咱们就是想学的可以就是私下交流一下，哎，我要懂的我都会教你们，哎，走这么多人，没事哈，我们一会儿要重开的啊，小白去休息了啊，马儿睡觉了，对，马儿睡觉，要看马儿啊，要看我也可以让他出来。我只要一吆喝他马上就出来、欢迎小花、把他拽出来、他刚进去，他今天心情不好、把他拽出来、让他休息。哎呀，姐姐真会疼马。吆喝一下，不吆了，让他睡了。你真想看啊？他只要听到小白，他开始他就起来，一看，谁叫我？再听到一声，就爬起来，然后咔嚓咔嚓就来了，穿着他的高跟鞋。没累到他，怎么可能累他是吧？主要是看他出来，真的假的？真想要他出来，我就让他出来喽。试一下，不用试，我叫每次叫，没有一次他不来的。一会儿再让他进去，万一他不干呢？叫出来他得多玩一会儿，不然他不愿意去、他也是有尊严的那种、真的，这个马儿他很有尊严的。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用什么凶他呀、打他什么的，是吧？他会记仇好几天的，他会记仇好几天，几天他都不理你。他就算站，他也站远远的，那眼睛，看着看人都翻白眼，他会记仇的。所以你看，我让他过去，我都不会用棍子啊什么的，不然的话他会生气，他会记仇，几天了他都要跟你记仇。你就算给他好吃的，他还是要记仇的。对，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就是他通人性的啊，宝宝脾气很大。大家粉丝灯牌亮起来，学的还挺像。是这样的，他翻白眼是往下翻的，他不是往上翻，奇怪，为什么他要往下翻呢？到位啊。哼，不理你了，叫出来，要睡觉了吗？老邓还有一会儿啊、还有一会儿相机直播，对啊，肯定啊，这个这么清晰肯定要相机啊，这个手机不可能这么清晰的啊。什么小马哥啊，
变瘦了，啊，可能是因为马儿在，他的脸太长，你就感觉我的脸瘦了。2019年就见过我，哦，可不是骗我。2019年，现在二几年了？现在是，我想一下，二几年啊？啊，2021年还是2022年？2022年吧。一天忙的，22是吧？你去翻一下，你去翻一下日历，是不是22年呢？啊，28年啊，不可能啊！还说了不少。那以前你叫啥？我看我能不能记起来。23年，不可能。22年，之前那个小猴子，哪个小猴子啊？也是小丽啊。你在榜几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头像，我看能不能认出来。哎呀，这电脑看不了啊。我看一下，芭比卡放不大呀，看不了。我在直播的时候看不了你的资料，点不开，你看吗？在这点不开。转来转去的迷糊啊，等你用相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啥了。晚安呐，姐姐，你睡这么早啊？你不过情人节了，啊？小马，一会儿下一场直播出来吧，啊。哇，天天早起，但是好像也挺早啊，现在。欢迎上好假，欢迎。还说挺喜欢我的，这是不会表个白吧？啊，我上榜，你帮我点个关注。好，上来，给你连个麦吧。那么想关注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现在啊？
哎，别刷屏，别刷屏，这大家聊天聊不了了。这样我表演不了才艺，我这个手这样弯都弯不过来，到这疼，一到这里它就疼，一到这就疼。人多了，对，人多可以可以，一会儿我重新开吧。我现在10点半，我在11点之前吧，11点之前开播，休息个10来分钟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这样蓦然分手，哎呦，七夕，对，咱们一会儿播到12点吧。今天这个七夕怎么也陪大家一起度过，好不好？跟我说过的。那我就下了，家人们下了，一会儿我重新开哈，啊。啊，谢谢，谢谢蓝天白云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那我就下了，我稍微的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开播。我今天这一场，我们最高人气是多少啊？好像7000-8000还是3万了？7000多是吧？下一场应该可以过万人。我预测一下啊，预测应该是过万人下一场。我这两天数据都不太好，因为一方面是这个身体的原因，另一方面是，反正就是最近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所以，前段时间最主要的就是身体原因啊，啊，好，那我就下了一会儿，咱们再开啊，好吧，咱们睡不着的，一会儿来，咱们一起度过今天这个情人节，啊，没有情人，咱们将就一下啊。感觉搞笑，没有，我去耶，啊，今天是菠萝头 ，OK， 咱们一会儿再见，啊，休息个10几分钟、20分钟吧，最多20分钟啊，我面具都不拆，我就这样休息一下，去一趟厕所，啊，然后我就上来啊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连续播2小时，我肯定有点扛不住啊。好，拜拜，下面晚点见啊。说好的一会儿见要来啊，不要就是放鸽子啊。那我下了。